我们是 LPL 下路选手代表 Jackie Love Light Photic， 有请。兄弟们记住啊，头大代表智慧，头大是智慧的表现。也有请我们的几名下路选手来到我们的台中来进行合影留念。对，可以往前走一点。杰克必有采访，杰克有点像了黑帮老大嘛，有一点走他头大显得有点矮。 Jackie Love 和 Light 选手留步，也请 Photic 先入场休息，谢谢。那先问来问一下 Jackie Love 吧，其实呢你是我们全明星周末的常客了，今天这一套 look 也是非常的好看，但是来到全明星，来到福州这个地方，有没有体验一下当地的美食啊或者之类的呢？哦，来福州去尝试的。现在的电竞选手真的都帅的流动，哎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，值得大家推荐一下。哇，非常非常经典的酒窖美食，感谢水子哥给我们的推荐。那问一下 Light 选手了，其实可能在平时的我们采访当中呢，会觉得 Light 选手是典型的，这不算吗？那今天来到了我们全明星周末的现场，跟支持前几个你没看吗？小伙伴们，挺帅的呀，我一个男生都觉得帅。你了 ，Light， 谢谢大家。结束了吗？结束了。还是一如既往言简意赅，但是相信从他的眼神中我们可以看到 Light 选手对于大家的感谢。 Light 也是一种两位黑帮老大的感觉，周末玩得开心玩得快乐，为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，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马上有请我们的下一组嘉宾登场了，让我们欢迎我的审美不行吗？中路选手代表海冲 Harder 小虎 Rookie， 有请。前面几个挺帅的，那个辅助团挺帅的。哎呀，小虎有点像那个，说不上来，就怎么说呢，怪怪的。感谢教主不会画画的血瓶，有点像个这个小小老板，你懂吗？小老板有的签的小小的，有的就很有设计感，都非常有特点。像干部，哎，有点像。对，来到我们的台中来进行合影留念。一号海潮应该是潮了，这个应该是属于校服。再次欢迎四位来到我们的全明星现场，我们请小虎和 Rookie 留步接受采访，也谢谢 Harder 和海超。中单没有下路颜值高。先来采访一下我们的小虎好了。那年就应该打下路。其实今年一年在 WBT，小虎像个低贱的坏越发的沉稳了。不至于。你自己觉得这一年下来自己最大的成长和改变在哪些方面呢？觉得整个人收敛了很多吧，然后。游戏上也是变得非常稳健了。确实也看得出啊，也非常稳定。你的永文我没看出来稳健。稳健的一个存在。那明天你要对阵到的一个对手啊，哎，巧了，就在身边了。我觉得既然面对面，有没有什么赛前狠话放出来的？啊，都是老对手了，知根知底。牙膏，是不是小？是不是宋一静、瑞平的小虎发条啊？哎，是小虎的发条吗？好，请我们的四名选手来到我们的台前进行合影留念。为什么左手那么呆啊？好，完了，西装名流三号玉虎口。在这个年终盛典上，回顾自己一周年的旅程，你觉得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和想法呢？感觉今年就过程非常美好吧，就可能结局差。丞相站在挺开心孟获旁边，相信过程问这个问题吗？来的一些精彩的表现操作，一些给牙膏都能笑了，都是我们一起走过 LPL 团聚是福在一起的感觉一样。没错。